哎，我房东老人，失智症发作了。哦，所有人口，全世界魂魄头朝下，是吧？头朝下，啥小？嗯，啊，光脚没事。嗯，头朝下。啊，那个啥，要等我235岁啊，等我235岁，我啥，就所有人口全世界皇帝斗岛道士岛只有等我235岁，全世界所有人口得救，叫圣诞圣千秋，是我赞给你们吃，我是人，你们才是人。那就起笑啊！我操，纯正信函，纯正信函啊！啊，我傻小了。周祖祥啊，朱徐彩燕啊，失去我收房租资料，我不欠周先生一毛钱收房租。失去我收房租资料，资料只有周先生会偷。全国邮局前，邮局银行和私人公司，傻小。行号徐彩燕不借到钱收房租，应该我的钱。次月扣请不欠周祖祥一毛钱，更不可能欠别人一毛钱。我不向任何人借钱，也就不欠任何人一毛钱。要租房子，应该付房租，偷师我收房租资料是什么？做什么用？我不知道，我收的是该收的房租，做记录不欠任何人一毛钱，更不可能欠周祖祥一毛钱。该扣一次月扣清。哦，这我房东他变235岁了，哈哈哈哈啊！我们啼笑，真的是，你说人老了失智，真的是很可怜，真的很可怜啊！大家同情失智老人，真的，你只能无奈嘛，哦啊什么的，这个都连村镇信函都来了。